大家好啊，《龙珠》的作者鸟山明啊走了，68岁啊。日本漫画家鸟山明呢，于3月1日因为急性硬膜下这个脓，反正就是流红色的液体啊，走了，享年呢是68岁。鸟山明啊，生于日本爱知县啊，日本这个男性漫画家鸟山明这个著名的经典漫画是《龙珠》啊，阿拉蕾。反正他这个作品啊，受到了全世界的热烈欢迎，常年这个人气啊排名第一啊，受到各个年龄阶段的读者的喜欢，也影响了很多的后辈的漫画家啊，影响了很多的导演等各种人物吧。这个《龙珠》呢，更是风靡全球啊，创造了超过了2.5亿册的销量啊。1984年开始连载《龙珠》啊，当时许多就是连载时呢红遍天下，完结的时候呢迅速就是退热的作品不同啊，《龙珠》大热是在1995年，这种漫画完结后呢仍然一直延续下去啊，至今呢仍然具有较高的人气。他这个病呢，就是说啊，受伤后啊3天内出现这么个症状啊，就是说。反正发病率高达是70%吧啊，很多网友啊表示不舍，感谢大家收看啊，拜拜。